潮涌，恐怖再现。好啦，我哋嚟到今日咧拍摄嘅一个 studio 啊，就系咧化妆啊。咁我哋揾到我哋个剧嘅女主角《消失的女孩》嘅韦雨森啊。咁访问你少少先。其实咧，我想问下你咧，你拍过鬼嘅剧未啊？自己咧，其实由细到大都未接触过关于一啲鬼嘅工作。咁但系可能之前咧，叫我拍電影咧，我都有試過殺人，但係咧呢啲就冇試過接觸過神靈啦或者鬼啦，咁今次都應該幾新鮮嘅。但係你本身驚唔驚鬼㗎？梗係驚啦，好驚！但係touch wood，今次冇俾我見到，可以俾我 feel 到嘅，我都想 feel 下係乜嘢。你知唔知道我哋呢个剧咧，其实咧系改编自一个真人真事咧，有一个女仔咧失踪咗好多年嘅，系啊，入边系有啲真实嘅情节喺入边嘅。其实我知道系有一个改编故事，咁就系《消失的女孩》啦。咁那个女孩咧，我就唔知道，但系我亦都有睇故事大纲咧，就关于我自己条线就系同一个嫲嫲相依为命咁样样嘅。咁有一日咧，我嫲嫲就因為有啲見到有一個靈體咧，就因為咁樣跳樓而身亡嘅。咁所以咧，我都好想知道佢見到呢個靈體咧，係咪就係嗰個消失的女孩咧？咁你如果咧驚鬼咧，到時咧入到劇場咧入邊咧黑掹掹嘅，你會唔會咧嚇到唔敢周圍行？其實我以前都做過一次舞台劇嘅，咁就同蝦頭 Upcycle Me 一起做。咁嗰一次咧，其實喺現場嘅時候，我自己去排啦，每一日排啦，見到個觀眾席啦，或者入後台，我自己都唔敢周圍走嘅，因為都聽過呢啲劇院一定會有靈體啦，同埋太黑啦，所以自己都冇拜過神咯，或者自己唔好周圍亂講嘢咯，最好眼睛唔好周圍睄咯。係話會你排緊嘅時候坐喺啲吊燈上面啦，或者觀眾席嚟睇你嘅。咁我咁多次都冇見過，但係我身邊咧有好多演員朋友或者 artist 朋友咧，佢哋都拍嘢嘅時候遇過呢啲咁嘅經歷嘅。咁我哋咧祝你好运啊，因为咧离开我哋演出咧，大约两个月时间啊，吓你有冇机会可以同我哋到时分享啲恐怖嘢啊 ？OK， 搞错你好吓人噶你，真离谱啊真系吓，梗系吓佢啦，佢话惊啊嘛，吓。我阿嫲過身嗰時都係幾斜下噶，因為嗰啲舊位嗰啲屋係木屋嚟嘅，就係講嗰啲地板係木地板嚟嘅，跟住我阿嫲嗰傳統嘅，所以著嗰啲劇行嚟行去嘅。佢閉空嗰度啊，就係講停停屍嗰度，停屍嗰度啊，七日裏邊啊，成日行嚟行去，行嚟行去。你聽見劇聲咁樣？阿嫲翻嚟啊，跟住舊位我哋冇雪櫃噶嘛，所以係嗰啲菜櫃有個網咁樣冚住。佢中意食魚餅，就係講我哋嗰啲皺魚蛋嗰啲咁樣喎。我哋擠孔裏邊兩嚿呵，聽日朝早一定一嚿唔見嘅，就真係食咗。仲未食，佢仲會攞嚟食。食咗之後，因為屋企係開雜貨鋪，所以啱好嗰時係國慶日。所以國慶日好似你哋呢度一樣咯，就係吊國旗啊咁樣。所以我老豆就揾唔到嗰個國旗。就抄咗好耐都抄唔到，突然間一個桶嗰度一直響，咕咕咕咕咕咁樣響，我哋講咩事啊？可能有動物或者咩喺裏邊咯，打開嚟睇，嗰啲國旗響裏邊，入咗去，嗰啲國旗可能係我阿嫲收響裏邊，所以佢同你講響邊度咯，所以響咯，跟住我嘅鄰居一個係校長嚟嘅，佢係馬拉學堂嘅校長嚟嘅，佢係受高生教育噶啦，嗰啲讀開大學噶，佢講唔得啦。我決定今晚一定要搬走。係講你阿嫲最敢用嚟啊！嚇死人！佢你哋未死，我會死先。佢講我每晚都唔敢瞓，抱住我成家人喺房間裏邊喐都唔敢喐。咁佢有冇見過你阿嫲出現咧？佢冇見過，但係嗰個劇聲係直頭佢屋企都聽得到㗎。係跟住我阿嫲搬，跟住後邊佢都埋開嗰間屋嚟搬出嚟。佢都埋咗又搬出嚟，我哋害咗人哋啊！人哋嘅屋都埋埋。咁點解阿嫲即係會成日翻嚟咧？係咪掛住你哋定點樣咧？你覺得？
係咯，我阿嫲佢係比較因為我老豆係最細嘅，係細仔嚟嘅，佢會好顧住我老豆咯，可能佢係放心唔落我老豆咯。跟住其實有一個故事係拎埋一齊呢個雜貨鋪噶啦，因為喺馬拉鄉村嘅，所以有一排落大水，落雨啊，即係落雨。跟住我老豆喺嗰度掌鋪咯。跟住你一個馬拉婦人抱住馬拉女仔抱住一個 baby 仔，同埋一隻雞。一隻雞乸，一隻雞啊！嚟咗我哋鋪頭嗰度，跟住又同我老豆講：啊，我老公出國啊，出外國做工好耐啦，未翻嚟，但係我斗記肚誒嗰啲 B B 仔肚餓，所以可唔可以些啲奶粉俾我先？跟住我老豆就講：你攞，你需要咩你攞啦，等你老公翻嚟先俾翻攞我啦，冇所謂。佢講啊唔得。為了怕什麼事，我這隻雞仔在這裡抵押。哦，那挺好啊，對啊。跟著我老爸說，OK，你拿了很多奶粉啊，糖啊，什麼什麼Milo啊那些，跟著回到去，跟著很久沒回來了。跟著我老爸這段時間裡面，他買了很多地，我的家族買了很多地。哦。有些是說，人家找我老爸說，你買了那塊地啦，我老爸說，我沒女兒買啊。他說，不要緊，律師費我出。你分期付俾我都得，咁好，系啊，你幾年都得冇所謂，我等你冇所謂。跟住老豆買咯，買咗之後有一擺就遇到，其實嗰個馬拉夫人嘅地址係另外一個鄉村嚟嘅，都嚟到一個村長啦，就係喺屋企嗰度飲茶咯。所以老豆問咗佢：，嗰個馬拉夫人嘅老公翻嚟未啊？佢學啊，如果佢需要奶粉咩，可以再嚟攞冇所謂，我哋可以俾冇所謂。佢講冇啊，你講緊邊個？跟住我老豆同我講個地址咯。佢講呢個地址唔係屋企嚟嘅喎，係墳場。啊，錯了。係咩啊？跟住我哋就成班行運一齊去咯。佢係嗰啲香檸葉、檳檸葉啊。檳檸葉。檳檸葉。咦，檳檸蛋糕嗰啲係咪真係？佢係喺嗰個成個牆中間一凸圓圓嘅檳檸葉裏邊。跟住我哋抽開嗰個地方，其實嗰個奶粉、米羅、糖鹽含混喺曬裏邊。所以即是说那个女人是个巴兰树精，是的。你刚才看到的只是恐怖在线部分的精华片段，想看完说话很简单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:30登入去 admin.com 就看完全部的节目，是免费的，但是你都可以自己 download 下载，几时看就几时看，这个就是一个月费，声音的$25，看完视像的就$35，任君选择的，只要登入去 admin.com 找到个付款方法，你就知道怎样付钱的，很简单，有 PayPal、支付宝、银行入数，甚至乎上来我们太古人夫7楼付钱都是可以的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即刻行动。